MX 155 安装 VTA 高压包。这个是 MX 155原厂高压包的点火线。这个是 VTA 的高压包点火线。RV 180安装 VTA 高压包。好强悍的火线。看看这个拉转速度。好快的拉转速度。再来看看这个怠速稳定性，怠速紧密，不带顿挫感。来看看装上放大器的效果，拉转比刚刚更快了。